继续去瑶瑶的学校，下山右转直走就到了。你要上吗？我有塑胶袋。姐姐学校下来右转直直走就是这边了，已经是姑姐家门口啦，正前方就是姑姐家。星期六呢，我们就会揸个 ATV 或车仔就上去那个山头，如果山头凹下来的地方，不是，它其实是那条石屎路来的，石屎路来的，会有小石头，左边左边。咁你喺呢个角度睇，好似好高。那右边就是 Costco 啦，我们家的菜市场。前面就系阿嘉荣住嗰个小区啦。咁系啦，琴日我哋即系前日我哋去，我去嗰个 mountain biking 咧，就系前面个突出嚟个山下边好大笪地啦。咁今个礼拜六咧，我啊请大家咧去嗰度。玩多一次，咁啊坐啲叫 ATV 嗰啲类似吉普车嗰啲，咁啊周围游啦吓。右前方这个 Home Depot 就是卖所有的建材，买家庭用品啊、建材啊。而家呢度右边咧就系 Costco 呢个系入油嘅地方嚟嘅。咁啲油咧平好多嘅，平出面市面上咧差唔多成一蚊美金一加仑嘅吓。到左边去，因为我除咗啦嘛，我去咗两。到左边去。咁前面就系阿瑶瑶嗰个学校啦。你嗰个班块系 G209 嘛？系咪啊？系咪啊 ？G209 嘛？吓，咁今日要上埋就系十号。佢上边点写就点写咯，即系琴日你第一日上十堂，边有十堂噶？佢个 schedule 有十堂嘅咩？一日你冇可能有十堂噶？唔系，就系就似之前排练咯。排练就去咗嗰啲课室先嘅，系咯，系咪实系咁噶啦？即系今次熟习啊嘛，唔系话真系会上堂噶。佢哋识得新嘅先生，识得大家啊，咁谂下过程系点噶啦？嗱，讲定啦，呢度如果嗱呢度冇可能唔可以 pick up 嘅，肯定可以 pick up 嘅呢度吓。真系呢度唔知 block 咗定咩，你就走去嗰度前面个列前棚嗰度啦，喂，知唔知啊？唔会噶啦，冇可能噶啦。所有状况都给你设想到了，太多。而家去睇先，可能去 cafeteria 先啊，知唔知啊？
好靓哦，好靓哦。总之就唔好同啲同学揽埋一堆咁嗰种啦，知咩？现在就带起来。同个爷爷打招呼嘛。这边是篮球场，拜，瑶瑶，回头。